主料，鹿笋6只，干蒜、胡萝卜、野生北极虾15只，辅料，蒜、泰国辣酱、盐、糖、鸡精、黄油、香葱，用餐人数1到2人，野生北极虾自然解冻，芦笋去皮切段，胡萝卜切条，香葱、蒜切末，芦笋飞水捞出，锅内放黄油煸香葱散，放入北极虾煸炒，放入胡萝卜条煸炒，加台酱加盐糖鸡精调味即可，出锅装盘鲜香无比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